那你打算怎么做？给他一个诱饵，让他乖乖上钩。 我会一一扫除他身边的障碍，让他身处绝境，而我会出现在他身边，成为他唯一的依靠。在他还没有察觉的时候，会毫无保留地爱上我。当时机成熟时，我会看着他的眼睛。 告诉他这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，让他也体会一下失去爱人的痛苦。